美股嘅幾大指數嘅表現咧，喺過一段日子嘅長息拉升底下咧，你見咗高估值股份，特別以納指為首咧，一個月咧係哇跑輸到不得了，跌落嚟咧差唔多半成。其實我哋香港甚至區內好多呢啲嘅相關股份，亦都係做緊一個估值修復，嚇、回得好緊要嘅。咁我哋頭先都喺度講起啦，咁最緊要就係點樣稱個估值，同埋回得幾多，好多人都會關心。阿 Vix 會點樣去計？究竟美國個股值同個債息嘅關係？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最所謂叫做教科書嘅股市合理價值、合理個估值，好多人都會用呢類似咁嘅模型啦。有啲人就用叫做所謂 free cash flow， 即係自由嘅現金流啦。有啲人個份子咧就會用嗰啲叫做咩嗰啲叫咩 dividend， 即係個股息有幾多嚇？咁但係如果佢唔派股息嘅，好多人都會睇個盈利增長或者係個現金流，特別科技股啦。係啦，咁但係譬如科技股點解咁敏感咧？我哋講，因為科技股佢其實即係通常三五年來都冇乜盈利㗎嘛，所以好多模型其實點解整到個股值合理咧？即係合理化咧，其實係可能計緊二十年嘅現金流。咁你咪即係變咗有二十個呢啲咁嘅嚇分子份母。咁啊下低個所謂折現率咧，就係用個十年，一般都係用十年期債息嘅。咁你個所謂要用個 present value 咧，即係折現嗰個嘅年數，你用二十年去折翻嚟現時，咁你對個債息嘅影響，你咪變咗咪好敏感咯。個債息一升少少，哇！你二十年之後嘅盈利就變咗好即係好渣噶咯喎。咁所以啲人點解就話一個債息一升咧，就先影響咗啲科技股，特別嗰啲即係估值已經係誇張得好緊要，嗰啲用二三廿年啊，或者根本都冇盈利嗰啲。咁但係呢段時間應該科技股更加受影響，就係因為基本上過去一年已經升咗好多啦嘛，即係過去一年因為個疫情啊、什麼居家啊、什麼全部都係搖佢，咁所以變咗即係已經係啲新經濟已經享受咗過去一年嘅疫情，咁而家到開始疫後就快開始疫後啦，咁啊變咗係啲舊經濟咪發力咯，咁咪可能會有啲人即係會推即係 sell 翻啲新經濟出嚟。哦，咁啊嗱，呢一個就即係通常咧用科技股就會睇啱啱阿 Vix 講嗰個 model 啦，咁但係另一邊咧其實就如果計翻整體美股嘅股值，大家都係用 PE 㗎啦，但係其實而家都偏貴，比較麻煩，即係十二個月標普500個 PE 其實都去到差不多32倍，即比起五年平均的21.5倍左右，其實已經高出很多，其實就是說有藉口是做回調，但是我最近就反而見到個市，即如果以資金流去計，其實個美股不是很肯回，因為上個禮拜三截至最新環球資金流股票基金是吸了成683億美金創了新高，特別是美股的吸金能力呢重新抬頭跑贏了所有的市場，即阿 Vix 你覺得利率和美股的關係大家是不是已經聽慣了？啊！呢個實質利率我覺得幾好喎，即係話其實譬如過去呢一年大升嘅時候，個美股其實個背後就係因為個實質負利率。咁到而家個負數開始冇咁負啦，你見到個藍色線開始彈翻上嚟，但係個紅色線就唔係跌好多。不過如果你睇科技股就跌多啲嘅，即係 Nasdaq 嗰條紅色線就即係嗰個股市嗰陣時跌多啲。咁可能即係話叫做即係個科技股孭咗上身啦，即係呢一個實質利率嘅反彈。咁點解我覺得？即係呢個圖講緊五百標普五百，或者頭先你講緊個股市都仲未係好冧啊！即係其實回幾個 percent 啫，喺高位嚟，仲貼住歷史新高。我覺得就因為頭先我哋講個估值模型，除咗係個份母係要睇個債息之外，個分子其實係睇 GDP 噶嘛。因為個 GDP 越高增長，個盈利嘅增長咪又係越大咯。睇每股盈利仲有機會。就係啦，我哋而家講緊頭先我哋講第二、第三季 GDP 講緊有10% 噶嘛，可能連續兩季。所以我覺得，當個市場的 focus 淨係睇個份母嘅時候，睇個債息嘅時候，咪驚一驚咯。但可能出咗啲數據話，咦唔係喎，增長都好好喎嚇，或者就業都好好喎，咁咪睇翻個份子又開心翻咯。咁所以其實係個份子份母一齊上升緊，咁咪變咗個整體上個合理個價值仲好似好合理咁樣。直到某一邊係睇下先邊一個 breakdown 嗰時。哦，咁亦都解釋咗點解咧啲舊經濟股呢一排好啲，即係因為真係炒經濟復甦同佢哋嘅盈利反彈動力勁啊嘛。咁所以其實你亦都言下之意咧，可能係覺得啲科技股暫時唔好亂咁鬧住，即係可唔可以咁講？我可以咁講，我覺得係整體嘅全球股市啦，或者係譬如美股又好，甚至乎港股都好咧，即係話我覺得個債息升唔好咁快驚住，因為債息係其中一個因素，可以話好重要的因素影響住個股值，但係個 GDP 都影響個股值噶嘛。即係如果我哋係有 GDP 增長嘅，譬如美國真係有10%，中國可能第二、第三季都係一樣有7-8%，可能唔止嚇。第一季可能講緊10%+嚇，所以其實係頂得住嘅嚇。咁同埋加埋好多當然個環球因素都需要留意住。